健康相伴，幸福同行。你要说点亮一盏灯，照亮一家人，其实对这个健康问题，每个人都应该关心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一期节目呢，我想重点谈一个大家都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利，好像跟年轻人无关，就说这个高血压啊。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，总觉得高血压嘛就是遗传，主要是遗传。当一问到高血压，哪个有血压高的时候，都想的是，哎，你爸爸妈妈有没得？你爸爸妈妈没得呀？那你们爷爷奶奶有没得？外公外婆有没得？好像这是个遗传，但主要的。但是后来了解了哈，不仅仅是遗传，生活无度啊，酗酒啊，啊。情绪不好啊，睡眠不好啊，都可以引起高血压。所以现在的高血压不是，甚至还有年轻吧，仅仅二三十岁突然就血压一下上高，嘣的人一倒的都有啊。所以说为啥子再三强调有血压高的问题要经常注意。我们在座的恐怕很多啊，远远不及我们的年龄。这个我经常碰到街上，那天我在绵阳还碰到一个嗲了，等于菜也不多，一下豆起两锅的肉，一下打五斤嘛，走得气喘吁的，哎，我老人家你把一点上体的，哎呀，李老师，哎呀，老了老了，我你好大了，56了，我说你现在56了，你在我面前崩老了，我呸，我们都70岁了。恐怕除了了解我的资料的，可能在座有些年轻人，如果不看脑壳这样子看，看不出来70岁嘛。如果看背影嘛，说不定好多小妹儿还要约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因此就是一个人身体健康是最大的福利啊。我说个笑话两个，像有些退了休的。你如果多活20年，你的退休工资3000，你说你该领好多钱？哎，多活几年，你要看好多多好多事情，多好美好的生活，你要看了好多啊。所以我最近感触很深的就是，短短几年时间，我身边走了很多人啊，而且走的年龄都不大啊，58、59啊，啊，60多一点啊，都是这种情况。为啥子呢？就是平时不太注重自己啊，所以说到今天这种情况之下，为啥子今天看到你们，我特别感觉的开心呢？说真话，我屋头都有搞护士工作的，当然我亲妹妹就是搞护士工作，但她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另外我侄女也是学的护士，最后她不愿意了啊，她说好像又脏又累，有时还得不到理解啊，一些病人还发气。所以说你们，我说你们很伟大，也就在这儿干。有很多人他不注重这个问题，当然你们也要原谅那个得了病的人，本身他就鬼火冒啊。所以说你看我们为啥子选护士妹妹都要选漂亮的呀？你看亲眼一看，你们都个个都很漂亮。你看他本身就病得恼火，心情就鬼火冒，你再找个特别丑的去给他打针了，你说他那个心的那个火更冒得更凶。但你如果这个漂亮女娃子过去，亲眼细语的很温柔，带着微笑，大爷打针了哈，他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这些，虽然是一个小细节，但它说明一个问题。所以说健康非常重要，但是很多人不注意啊。你别说起高血压，我们以前连高血压三个字我们都不懂，我们只晓得啥子，在我们那个年代哈，现在我们都懂了，叫脑溢血。像我们像比如说那儿来
那个老同志可能在我们年轻时只晓得啥子脑充血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东西遭了脑充血了啊，实际上充血给那个溢血呢，它估计也差不多，但是它真正的名字脑溢血啊。但是最怕的是摔跟头啊，所以说人家经常说，在这个家庭当中屋头有老人，一定要灯光要明亮，地上走了一定要防滑地板，把走了走干净，娃娃家耍的玩具杂杂娃娃东西一定要摆好。但是很多人就觉得高血压除了遗传还有一个啥子，这个吃寒狠了对血压也有问题，所以说我们老年同志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吃寒了啊。当然我也没听到说吃辣狠了要找啊，如果吃辣狠了也要找呢，特别你们小妹妹些都要注意了，就害怕你们去吃串串的时候已经辣得了，嘴皮都在跳了，还哎呀老板，哎呀再给我打个干碟子，那就更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吃寒，还有一个情绪啊，老年人打麻将啊，熬夜呀，睡眠不好，你要引起高血压。但是一旦形成习惯，找了高血压习惯了，但偶尔来一下，我想可能问题不大。注意专业知识嘛，你们下可以去咨询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一旦找了是终身服药，这点太痛苦了啊。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很开心啊。为啥子要这样子说呢？因为我也是老年人啊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我是正南七北，满了70岁。听到有点可怕，你们屋头都是外公外婆才有70岁，有些还没得啊。你想，就昨天我一个人在这儿干，在包括底下摆龙门阵，台上摆龙门阵，前前后后5.5个小时，一般年轻都撑不住啊。更不要说你看这些年轻人坐没得坐相，站没得站相。本来我经常该说青春就是美，像你们年轻人帅哥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不看脑壳，可能这些妹妹喜欢我都不一定喜欢你们。为啥子呢？你们首先个气质你不够，一见面就是哎，你们是微笑的哇，哎，你就说下去，对不对？哎，妹妹微笑的哇，哎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经常很骄傲的说，黄金分割的身材，开玩笑对不对嘛？啊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修养啊，年轻人也要注意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玩手机、打电脑、打啥子王者荣耀啊，啥子俄罗斯方块呀、啊，嗨呀，一坐到就通宵通宵的打。先不说颈椎、腰椎啊引起的这样那样疾病，偏头痛，还有就是坐久了，长期那个血压不通畅啊，就会引起。啊，你们学医的可能比我更懂，啥子哈冠心病啊、心脏搭桥啊，你想那个好痛苦。我姑且不说现在很先进，是很先进。我一个朋友就这样子，背上绷个钢板，肉后头啊，还有10颗螺丝。我跟那个一进飞机上，举叫了，衣裳脱都还得叫，把我叫疼了。然后回身转来。心脏搭桥3颗钉钉，是说起来是简单，毕竟是那个钉钉在后头的嘛，跟那个自然的是两回事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管咋说啊、哦，哎，你说人家女儿美容，哎，你要整两样假的呢，哎，大不了回去把那个睫毛撕下，就说明天再缠一下，就说你那个在心脏后头，你不能回去把拉链拿个，先把钉钉取出来，哎，泡泡水再把硬安上，你不可能这。对不对？老年人打麻将也要注意啊！我这楼底啊，有一天我听到都12点了，我听到音乐都嗨一点，我悄悄起来一瞧，手搓麻将啊，还不是机麻，估计他们打的就是2元，打的含扎紧啊！哎，你打麻将要把高血压气出来的，我要是打着说话去了嘞，有一回就遇到。老丈母啊，老丈人女婿啊，女儿打家打子，打着老丈母做下家，清对2条4条对出，唐长已经下了2条了，只有1条了。红笔是女婿就摸起来了，摸到他是妈的嘛，
老人为的嘛，你打给他嘛，你们那个家大子输了好多少钱嘛，使他开心一下嘛。老年人玩血压高了咋的呀？哎，这个女性也可恶，没得医学常识，摸起来他还生一下，动作足够了，还拿给老人们看，赔死了你就要这一张，就是不打给你是。打给你就把你喂肥了，哎呀，老早我气惨了。我一个女娃子喂了20年，嫁给你一分钱没要，你一张二条都舍不得打给我。当时就眼睛一翻就倒下去了。嗨呀，赶紧洗得好，抢救及时，血压230，好吓人啊！是，这就是打麻将啊！你不相信历史上就有为什么一夜晚间虚名皆白？伍子胥、过道观一夜晚间虚名皆白，虽然有点夸张说法，但是近几年在医学史上，在你们在历史故事上，在现今社会的出现一些现象上，有吗？你说一夜晚间来乱说，三五几天之内顶着人苍老，马上看到白头发出来，就是这种焦虑，焦虑会使人一下骤然之间一下接受不了啊。除了女同志，男同志同样。他整个一下内部一下紊乱了，你不要说啥子哦，只有女同志在紊乱，对不对？也好多人说，哎呀，女的有更年期，我们男的没得，男的有周期性的忧郁，莫名其妙，你这点鬼火冒啊！所以说有时间你要了理解人家女同志，包括两口子在屋头生活有时间，还怪哎呀，我们那个老弟这两天脾气好怪哟、哦，惹都没惹他，哎呦，老子想着都气。哎，我说咋会没惹他呢？你跟他结婚好久了啊？我们结婚嘛6年有了嘛，6年了，你对你老婆的情况你都不了解呀、啊？这几天正是他鬼火冒的时间噻，你应该将就他噻。你连基本常识都不懂，你还得谈爱情，吐你两把口水哟、哦。反过又讲，我们仍然继续还是要把这个高血压说撑透。那么这个办，一个是啊，定时吃药，很多人呢打梦药啊，就是啥子，老年人嘛，你没得人督促了的，反正吃两天，哎，脑壳不昏了啊，这一测血压，哎，还可以正常了，这个药就不吃了啊。老年人老还小，老还小，老年人吃药。你就要像诓小孩一样的诓他啊！所以说老了有些年轻人为啥子说代沟理解不到，他就等于是小娃娃一样啊，还要赌点气呀、啊、你不喊着他吃他就不吃啊，车轨壁悄悄咪咪就给娃娃家那个把药丢了啊啊，这是老年人的表现。所以每个人的老的对老年人一定要有这种，要有这种耐烦性啊，因为啥子，他的性格要变，再加上老了过他就很孤独。所以这一次我在遵义情人节那天，我们那一桌除了有一个人有家属，全部是男的，还有70岁的老头。为啥子呢？情人节我个人理解是有情的人在一起过节。你跟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情？有情吗？你看你跟同学有情，战友有情，你们同事之间有情吗？不一定是男人和女人耍朋友的专利才叫情人，对不对？那种情人节应该跟清明节一起喝的，因为都是拿一朵玫瑰花说的鬼话，我爱你10000年，对不对嘛？啊，这个血压高了，一个是终身服药，要经由到老年人。啊，要定期可以到乡镇医院、社区医卫生医院啊，可以各方面你去啊咨询也好，建立档案也好，然后可以免费的。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买一个。哦、嗯，我看那个像这么大一坨，价钱也不贵，包括测血糖的啊，在屋头自己都解决了啊。所以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并不会医，有毛病不要去忌讳医生。啊，有些人生害怕在医生面前，特别有些难言之隐的病啊，
更不想给医生说啊。所以说很多人是思想紧张，说思想紧张也会造成血压升高啊。所以说我现在都有点注意，尽量不紧张，打烂一个碗啊啊，或者是掉几块钱啊，两个人这样子一闹架，哎呀，这一闹架就越闹越凶，没得啥嘛。事情出都出了，咋个样子把它解决好就行了。我才没得好久屋头住清洁，人家说我的那个罗汉，虽然是流利的，不管钱没得，还是很漂亮的噻，十八罗汉，哎，我很喜欢。啪的是那个住清洁就打烂一个，屋头给我打电话，那个罗汉打掉了一个咋办？我打烂一个，赶紧跟人家做清洁的阿姨说不来头，这个本身就是搞耍的，不来头，这个不关键的，安慰别个，人家吓得来的清洁费都不收了，我赶紧把钱给你啊，直言说这个不来头，本身你准备丢的没丢，对吧？回去当给罗汉做个揖，我说真的把你丢了是因为安慰的丢下。你说哎，你咋对人那么客气呢？我说我就是讲个书嘛，如果我那个讲书能医癌症，别老癌老壳拱个包，听三场书就消了，那就该我歪，也许我的筋还硬硬去了。嗯，不听不听脑壳包还要闹大的、哎、他就别都来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年轻时候也曾经经历过，也许稍微不对就跟人家打烂火啊，人就站起就离去啊。后来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慢慢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啊。因为我看的很多啊，包括电视报道的莫名其妙的翻进柜台子参加护士一二十啊，啥子人家来输液提起瓶瓶就给人喊过去啊。是你是病人我们可以理解你，但你不是神经病的吗？你是胃病的吗？啊，你是肺癌的吗？哎，你如果你是神经病，哎，那我挨了我都相信。骗一二十打了你就下去了，哎，那我就那个将军一二十给护士打了下来，他扯过一铲，你是想你疯了？那我可以理解，来再铲二十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是身体不正常，不等于你神经不正常嘛？这个人嘛要讲道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高血压的问题谈到这儿，还有一个问题就必须要把它讲清楚，那就是年轻人不要掉以轻心。哦，你认为我年轻，我们年轻时都经常提劲，现在都不敢了。像我年轻时经常是哪个惹到了，出来揣一只手在包包头，好提劲，揣一只手在包包头。现在我有时候都经常提劲嘛，你要讲到讲到，我经常脚一抬。啥子门口的保安，你上一个不是我的对手，上三个了，哎，可能有点玄乎。但是说实在是说，现在我突然发觉，有时候蹲下去稍微蹲久点，哎呦，我起来这个客气的恼火，就有点撑不住了啊！也就奔驰宝马跑了70万公里，也该维修一下了嘛，我还算对的啊。所以说我有时候想到呢，这个还是感激我自己，我不乱吃。第一，我不酗酒，随便好好。你说这个酒2万块一杯，跟我无缘，我不喝。哎，你要是我们头回还是看到你喝得偏偏倒倒的，那是因为没得办法了，要帮朋友的忙。我本人春节都不喝酒的。还有一个说的再好吃的东西，哦哟，这个又是鲍鱼哦，这个又是鱼翅哦，哦哟，这个是熊猫哦，熊猫在这盘子，哦，你觉得有点呛，顶暂时也好多，我都不吃。特别是年轻人深更半夜吃烧烤啊，哈，坐到麻将桌子上不下来呀、啊，啊，四十来五岁的人都还是打点俄罗斯方块打成天亮啊，我搞不懂到底是咋个的啊。一定要有自制力，只要在这方面注意到，年轻人、老年人高血压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。非常感谢，这是主持安排的，我晓得。来，哎，走。